你们班男生把我们班女生吓哭了。什么？这笔账该怎么算啊？给小雨老师添麻烦了，你们几个道歉。对不起。沈老师在教育学生这块好像不太行啊。沈老师，是他先挑衅我们的。不准说我不行。小雨老师，你什么感觉阴森森的？别怕，有老师在呢。还我命啊！你在叫我？啊！太吓人了！怎么没动静了？被吓晕过去了。怎么样，快来？